对，但是你这个游戏开外挂到底意义是何在呢？这个不能理解啊！你看我留住了，尤其明目张胆的在啊组队房里面啊卖挂。这里看到他们已经把能烧都给他烧了，啊，我开始准备修船材料。之后突然想起来，我在棋牌室还藏了一点木头。也是加十块，因为这肯定是够了。这里船撞了，我以为船头啊，结果是船屁股，应该蹭到什么东西了。但是也不用修了，我还冲过就行了。好，今天的士兵就到这里，Let's back。